这个挺好的，等一下可以让我们班的同学模仿一下。是呀，老师啊，是比赛吃好东西吗？来画画。上课不好好听讲，看老师的就瞪大眼睛了哈。我们呢，下面来一场模仿秀比赛。模仿秀。好，来，你们上来连一下道具吧。我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准备哈。可以可以，来这边，不错，再来一点。不错不错，来画画。你这是啥造型啊？老师，怎么了？老师，你看我美吗？就是啊，
人家谁中奖了会乱说啊？就他，肯定吹牛，他出门连狗屎都踩不上，怎么可能中奖？嘿，我还真中500万呢，我。我跟你说，我去兑奖以后，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我想去哪玩就去哪玩，那生活那个滋润呢？哎呀，得了，我才不信呢！就是，你别做白日梦了。你可别动我啊！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有钱人，别动手动脚了。看，获奖短信都来了。我拿错了，我把真的给他们了。
超过了。天哪！天哪！